个还有个别的国家呢，热衷于要把北约引入我们这个地区，这能是好事吗？这肯定不是好事啊，很凶险呢，对不对？这个要充当北约进入亚太地区的带路人，我觉得这个为本地区的未来的安全呢，是带来巨大的风险隐患。我们众所周知啊，北约是欧洲地区的一个区域性军事集团，你把北约引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，这意欲何为啊？是福是祸我们自己不清楚吗？对吧？期盼着与本地区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，这个共同努力啊，化风险，这个化解风险挑战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。我们本地区的人民呢，大家追求和平，追求幸福生活，追求和平发展，哎，这个愿望是很强烈的。我们不希望在这个地区爆发什么新冷战呢、啊？大家这个变成火药桶啊，这个没有人能够这个全身而退，没有人能够只占便宜不付代价。